可以做一个方式，就是把我们的手向前转，像这样子往前转，好，待会我们在他撑住的时候，手就比较不容易弯。好，我们的人要在他的身体正上方，用身体力量往上往下去，然后好，手放在位置上面，我们再挤压30下，好不好？二上、三上、四上、五上、六上、七上、八上、九上、十上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。